Hey, 大家好，大家好，广州人系洛杉矶啊！呢个时间咧已经系上昼啊九点几钟噶啦，今日系三月份嘅最后一日，30号。啊，听日四月份咯，咁样啊！哎呀，今日好精神啊，好似睇上哇！虽然话冇话睇到系蓝天白云，但系一层薄薄的白云在天上，你看看那个一层薄薄的白云。今天的天气呢还是很适中的，就是穿两件衫还是在这里晒下太阳都好的。那些芒果几靓嗰啲芒果，啊喺国内嚟讲咧，就芒果咧就应该系比较贵一下，贵比较贵嘅，系差唔多。以前我未嚟美国之前咧，就系一蚊鸡啊三只，咁啊而家可能唔止，但系呢度咧我哋呢边住咧，啊芒果树芒果嗰啲咁嘅啊唔系芒果啊吓，系柠檬树嚟嘅，先头嗰个柠檬树。咁啊，檸檬咧就飲得多咧，就好似唔係好飲啊！啱嚟呢度煮嘅時候咧，嗰時候我都成日都係攞啲檸檬去幫埋啲茶葉撈埋嚟去飲嘅。咁啊，而家咧就好少啦嚇，啲飲得多咧，可能咧就有啲咁嘅即係胃酸過多啊。係啊，仲有咧就早幾日咧。我第一次咧就係晚上，大概係凌晨兩點鐘嘅時候咧，我睇到咧就第一次喺洛杉磯睇到有老鼠嘅，啊係爬喺個檸檬樹上邊，啲老鼠咧就佢唔會入去屋企度，但係咧佢咧就佢會在外面爬樹，我不知道老鼠是吃什麼東西，我們在大陸來說老鼠通常就是在家裡，就是入家裡去吃那些東西，很噁心，但是就我們住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們的廚房不是在室內，加上它密封得比較好，所以老鼠很少說入家。咁我諗住咧就美國可能洛杉磯冇老鼠啩咁樣啊，但係咧就係睇過一次老鼠啫。咁另外咧就係啲蛇啊咁樣，我冇睇過，但係好多人講話洛杉磯咧都係有蛇嘅喎，咁樣特別喺嗰啲咁嘅沙漠地帶啊嗰度咧，就係經常咧都係有蛇嘅啊咁。啲片咧就係我哋後花園咧呢個咁嘅啊，種咗好多呢啲咁嘅樹啊，住呢啲嘢咁啊。呢個房東咧好似係房東咧係廣州市嘅郊區，好似同我人嚟噶。咁可能佢比較中意種下啲樹木啊，幫埋種下啲菜啊，住呢啲咁啊。佢睇到呢樣嘢好多呢啲咁嘅芥蘭菜啊，咩嘢咁嘅啊。咁啊，佢好多時候咧，佢早上一早咧會起床咧，會攞啲水嚟去沖洗一下呢啲咁嘅啲地啊咁樣嚇，啲乾淨，即係注重呢度嘅後花園嘅嗰啲咁嘅衞生嘅打理啊，咁啊呢個比較好，比較舒服啲啊。雖然話咧就冇話去我哋去公園度行啊，不過咧同樣咧都可以喺呢個咁嘅後花園呢度咧就可以散步啊鍛鍊都得，因為有咁嘅地方啊。嗱呢度啲琵琶啊，啲琵琶嚟嘅啊，未熟啲琵琶未熟，如果係熟咧就可以攞嚟去食下。其實在廣州度咧住咧，咁如果有咁嘅環境咧，其實咧就係要住喺農村
啊，農村嗰邊咧就係咁嘅環境啦。咁洛杉磯咧就係、是、啊一個農村咁嘅環境啊。啊，對於我哋從細喺廣州生活嘅人嚟講咧，咁你知啦，喺市區住咧就即係住得好擁擠啦。不過後嚟咧就廣州市咧就即係發展，咁啊人居面積咧都係有所提高。啊，但係相對嚟講咧就冇話洛杉磯呢邊咧就。啊，咁空曠啊，畢竟係人少啊，廣州啊人比較多啲，咁你話人人啊住喺即係咁嘅環境，即係夠有咁大嘅環境咧，係畢竟係即係喺市區嚟講咧就好，好難，好難有咁嘅環境住。東山嗰邊啊，我哋東山嗰邊咧啊就有啦，東山嗰邊啊，但係咧好多係即係係啲上層啊先有咁嘅。啊，或嗰啲居住環境，咁你對作為普通老百姓啊，咁啊只能夠話喺郊區啊，郊區都會有，都會有。啊，依家隨住中國啊嗰啲經濟啊發展啊，咁啊而家好啲周邊嗰啲咁嘅郊區啊，佢住起嚟咧都開始慢慢即係有地啊，都係即係起啲樓出租俾人哋，所以咧就即係搞到咧就係嗰啲自然啊方面啊。都係比較擁擠啲咯，不過我哋咧，始終咧都係啊喺國外咧生活咗有咁多年啊，咁始終都係即係對廣州咧都有一種即係感情喺度嘅。有時回想起嚟啊，咁樣啊，喺廣州啊，咁樣佢哋即係老湖啊、啊越秀公園啊、白雲山啊，呢啲都係我哋嘅記憶啊，嗰啲記憶啊。咁啊，早幾日亦係同樣嘅，我係睇到。在廣州那邊的人呢就是拍一些視頻啊，即是好像自媒體啊，他們都是會在那個廣州上下九路啊那裡拍一拍呢，就是這個疫情的過後之後呢，他去回那個上九路那裡去拍，那些人啊比平日少，即是少啲。即係冇話恢復得咁快啦，畢竟始終都仲係好多人咧，都係擔心咧。如果即係出街啊咁樣，突然間會唔會即係有啲咁嘅即係感染啊？即係呢啲嘢咯，即係仲係未能夠話十足嘅把握啊。會唔會又係會？有遇呢啲咁嘅病毒啊，所以而家廣州咧就係即係慢慢咁過渡啊，等於係摸住石頭過河咁樣啦。啊，而家咧就洛杉磯就比較嘢開始嚴重啦，而家嚴重啊，所以我哋雖然話而家喺屋企，即係冇出街咁樣嚇，睇上去啊咁嘅環境啊，空氣唔錯啊。即係比較好似好悠閒自得咁，實情咧出到去如果你係放鬆警惕嘅話咧，啊講唔定咧，好容易又嗨嘢噶啦，係咁樣，所以咧都仲係喺屋企咧就蝸居一段時間嘅。的確，你而家嗱睇個環境啊，就係、是、好似天下太平咁樣啊。實情好在咧，而家咧就係睇啲新聞啊方面啊，都知道而家每一日咧紐約嗰邊咧又好嚴重啊，加州呢邊都好嚴重啊，全美國嚟講咧每個州咧都係已經係有確診人數噶啦。
好，睇睇先，大家睇下呢啲。啊，啲檸檬啊啦。哎呀，好多嗰啲咁嘅蚊子仔啊，飞下飞下咁样啊，蚊子仔，肯定有树木嘅地方肯定有蚊子仔，不过好在咧，嗰啲蚊子仔咧佢唔会话咬人叮人，啊呢一样嘢都啊比较放心。啊，呢啲咁嘅鬼佬咧，呢段时间咧喺窝居客企咧，佢哋咧都系。即係喺嗰啲咁嘅喺屋企搞裝修啊，咁唔上班，但係咧佢哋喺屋企咧就趁呢個咁嘅休閒嘅日子咧喺屋企咧有咁嘅時間，佢哋做下裝修。